现在是晚上的，已经快要晚上11点了。不过亚米妈妈在做劳作，哎，好用心哦。你怎么这个时间在做劳作啊？小朋友都已经去睡觉了。学校要亲子做，可是好难哦，因为小鱼说他要做水果。我很好奇，为什么幼稚园的劳作，可是却是你在这边熬夜加班的、啊？妈妈做了很多幼稚园要交的作业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作业是家长做的。哎，你做了些什么东西？我做了气球的橘子，好帅。然后还有这个草莓，哦，这个有像。然后还有一个凤梨，凤梨打算让小朋友自己画那个线，帅。做什么哦？因为这边刚刚我们有一起合力做哦，这个小草莓不知道算不算成功，因为这是另外一种做法。当然有算啊，一般幼稚园的小朋友做不出你这种程度吧。然后还有这刚刚我们一起揉的球球啊，这个是要做葡萄的。哦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圆圆的。等等等等，那你现在准备要做什么？着色的工具有我们之前介绍的美劳的彩色笔哦，现在准备要剪紫色的皮来做葡萄，这就是葡萄。好喽，家长们在帮幼稚园的小朋友做劳作，拜拜。拜拜。希望你今天可以早点睡觉，我先来去睡喽。